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66条经典禅语，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内心，你放不下。三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四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不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五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六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七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八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九点，你执魔时候放下，执魔时候就没有烦恼。十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十一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十二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，是苦了你自己。